这些珍贵大宝虾不甜，可真就亏大发了。在璃月的这个位置，有一块不堪元素视野很难发现的石头，打一下旁边的炸药桶，再干掉一击守卫，下来先舔个神头，这里还能舔两个珍贵大宝虾。舔完来石桌上阅读一下笔记，然后跟着任务来陆华池这里，点燃前面的火柴，干掉出来的大宝团，随后在角落继续阅读笔记。接着来醉绝坡这里，先爬到树上舔个神头，然后下来在这里挖呀挖，又能舔个珍贵大宝箱，舔吧舔吧。